开始不拍桌。开始吧，不停，开始不停。吃泡面。开始不拍桌。鱼跑比较慢啊，为什么还比较慢？不要打我哦！你敢打我，就完蛋了。我就知道。终于被三号刀了。尸体在急救室，然后我这边首先电力室开启暖气，然后后来我就去厨房加工食物，然后到急救室的时候就看到布丁的尸体了。你怎么死了？好，我报一下，报一下路线。一开始到阶梯室连线电路，然后到电力室连线电路，然后开启暖气，然后转蒸汽阀，然后呢，我就去后花园转蒸汽阀，然后呢，就看见了十号，然后我就去监控室开启暖气，然后就被派过来了。因为我当时在通讯，所以我也没有解掉监控室开暖气那个。这边五号不讲话嘛，然后我先报路线，我先去接机厅维修电路，再去阅览室阅读信件，然后再去电力室。那时候就通讯中断，我一直想抢绳子，所以我就没去解。然后结果呢，那时候一直没解好，我那时候本来要去就被拍过了。我就是一开始网络就是很不好，所以就是。我一开始先去接机厅打游戏，打完游戏完，我就去酒吧灌氧气瓶。要灌氧气瓶的时候，就已经通讯中断，而且那个通讯中断就没什么人去接，就没有人接。对啊，当我要去接的时候，就被那个二号拍过来了。对。欸，我一开始在大厅有看到一号哦，他在扫地，我问他是不是个好东西，他没有回答我，他说叫我不要断通讯这样子。然后后来我就往酒吧方向走，遇到九号牌，他就绕来绕去，不知道在干嘛，在刷宝。然后后来我走到那个急救室那边接线，然后就被拍了，然后就被拍了。十号，你没有看过我吗？我就是在等通讯呢。你是谁？你没有在监控室看到过三号吗？你们完蛋了啦！二三，哇哦！三号，哇哦！